兄弟，保住信誉分，每次玩马超都是一种巨大的挑战，但我们在峡谷之间就是要坚持不停地突破自我。告诉我，我马超的极限是多少杠多少？难之如阴，动如雷震，变幻七十。什么二杠十一呀？你就不能报一下我好的战绩吗？怎么就二杠十一了呢？哇！我拿到这根枪，我就直接回戳，他就死了的。毒血快跑，远方！我又要裂开了。为什么我马超，我以后不打二级架了？星驰电车，好吗？我以后不想打二级架了，二级架打不过。难之如阴，动如雷震。又有细节了，兄弟，又有细节了。乱世之中，我来彰显威名。乱世之中，我来彰显威名。暴君降临，请求集合。电幻金石，横空出世。星驰电车，横空出世，又没有细节了。哦，不要啊你！敌人消失，无论你有多快，雷电总会追上你。开始撤退，声威万里。哎呀！我那一枪没戳到他呀！技能不全，撤退。那个一枪戳到他，就他死了呀！乱世之中，我来彰显威名。你的对抗路就跟他一直斗智斗勇。声威万里。七十，声威万里，电贯七十，游刃有余，发起进攻，防御塔受到消失，猛车出击，哎，哇，这么难打的吗？啊！可恶啊！可恶呀！战争因你所需而来，却不因你所欲而止。我这不应该捡那把枪，我就跟他站着 A 就行了。请求集合。横空出世，大招还未冷却。好，星驰电车，无论你有多快，大招还未冷却，雷电总会追上你。横空出世，声威万里。
开始撤退。星之猎手。Enemy double kill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横空出世。这一过来，人都倒光了呀。对面两个人我都不是特别好迎接，这李白我也不知道怎么搞，没有作战经验，反正李白打我也挺简单。声威万里，星驰电掣，游刃有余，变幻七十，声威万里。拉扯拉扯，如果马超不会拉扯，那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大招还未冷却，突破突破，兄弟们，我的马超一定要悟到。哎。消失，迎面而归，横空出世，目标敌人撤退，声威万里。有人吗？我不知道怎么杀元芳啊！我把他捏着二技能，我就不太会了。开始撤退，开始撤退。独行远方，把二技能骗出来，然后就不知道怎么搞了。请求集合。我感觉我把他二技能骗出来，我要丢的技能好多，丢完了那些技能，我就不知道怎么打了。战争因你所需而来，却不因你所欲而止。声威万里。哎呦，这怎么打呀？我也杀不了吧？技能还未冷却，跑也跑不掉。哇，兄弟，哇，奶起来了！哇，这干扰早点丢不就起飞了吗？哇，这个奶。行行行行An ally has been slain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变幻七十。星驰电掣。啊，底下铁棍。声威万里。七十，迎面而归，横空出世，真的呀，他那个两个技能，感觉都是减速的，不是很好打。星驰电掣，好兄弟，爱你的。无论你有多快，雷电总会追上。发起进攻，可以，大招还未冷却，战争因你所需而来，血战因你所欲而止，声威万里。哇，他都敢进来啊，这么猛的吗？这个木兰也是玩上头了呀，他。乱世之中，哎，我们算想起来了，好起来了呀，这。如来
暴君获得强化，浩科出击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Rampage. Shut down. 还未冷却。An enemy has. 哎呦，这么多东西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好吧，我看了好多那个技能都往脸上，什么三个塔，一二三，往脸上打，直接致命伤害56%，双塔基地加中路高地，就把我人打傻了。真的，扛了一座五指山，难之如一，动如雷震。这药还是玩得挺稳的，没有出现问题。腾空出世，地阔击石，发起进攻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大招还未冷却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声威万里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音乐而归，开始撤退。等等我，马上到。星驰电掣。弹梭了。大招还未冷却。兄弟们，我感觉我自己还是好像有那么点东西了啊，兄弟们。我感觉我的马超横空出世，又好像就行了啊，真的。不知道我这个感觉准不准？我真的觉得我好像我马超还行，好吧，最起码是一个入门级马超了，你觉得呢？请求集合。就比我之前那个纯粹的、单纯的我只会直筒式好多了呀！我现在拉扯一下，明显就有那种小国服的感觉了呀。真的，我的马超绝对入门了，说实话，好吧，我的马超入门了，这就是我终于是历经一年零两个月的修炼，我的马超得到了，好吧，我悟了，我悟了呀，我原来的马超不可能达到10.0的评分的，兄弟们，华丽的末日大片，也是前几天2-11马超啊，我前两天2-11的马超直接把我举报了，扣了4分，我是痛定思痛，好不好？悟了，兄弟们。